We're all ready if you are, sir. Well, let's go find out if this... We've got a breach in the perimeter. Thank you.皮克斯动画《玩具总动员》超受欢迎角色巴斯光年推出首部个人电影，巴斯前往遥远星球出任务，却发生意外。Buzz Lightyear to Star Command. Come in, Star Command. Why don't they answer? The robots. The what? What is happening right now? 整个宇宙即将被颠覆，还好巴斯光年并非一人。电影围绕他如何面对命运，与扎克天王交手，成为传奇英雄的太空寂静，更找来美国队长克里斯一凡配音。The movie Toy Story was such an impactful film. Thank you all. Thank you. It's so iconic, and the characters had such variety. 巴斯光年电影多部预告、配音花絮陆续曝光，让影迷期待值越来越高。而在这之前，不少业者已经摩拳擦掌。随着电影准备上映，就有日系服饰品牌看准这风潮，推出了一系列皮克斯动画 T 恤，让你可以把巴斯光年穿在身上，一起飞上宇宙，浩瀚无垠。不论童趣手绘风，胡迪推着巴斯光年，还是巴斯转头狠狠看着扎克天王，大人小孩款式都有。另外这个同样老少咸宜。药妆店也寄出巴斯光年安全帽，会员消费不限金额都能预购。这款做人要有礼貌经典紫绿蓝配色，让人仿佛也是太空寂静团一员。电影还没跟大家见面，周边商品就先制造一股热潮。 TVBS 新闻消灭者林明瑞、徐云婷台北报道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